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寒烟忍入五千年，五千年里面所有的恩恩怨怨、恩怨情仇，说也说不清，理也理不过、理不断了啊！所以啊，这个已经在启示着我们，有一天这个寒烟忍入五千年，蚩尤的后裔啊，子子孙孙啊，这个。怨气一起来的时候，那爆发起来，那就无法来想象啊！所以这一次，这个疫情，王禅老祖、大天尊，慈悲盛世啊，唯有一心奉请啊，蚩尤地主、天地战神。蚩尤地主大天尊呢，啊，才能够降服瘟神。啊，这个在五千年前，蚩尤战瘟神的一段历史记载故事，现在又重新出发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继续努力，啊，诵天竺经越多越好，来回向给蚩尤地主啊，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都功德本。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第七坛了啊，七坛呢是七仙高照啊，已经要有、一个段落的转捩点，希望各位同修啊，各位法师讲师代表啊，能够将蚩尤地主的怨气啊，借由修行经宝来回向，这样台湾的疫情就会缓下来啊。这是真实不虚的恩怨情仇，希望呢我们各位啊维新弟子本着人力己力啊这一个大原则呢，大家在家里好好诵经，反正现在也出不去了，在家里诵天竺经越多越好。我希望呢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所有的董事们啊，这个大家同心同德来勉励鼓励啊，我们的维新贤士同修啊，我们的弟子，大家好好诵经，就可以消灾化解。至于你诵经以后怎么圆满呢？啊，就在这一坛的啊，4月8日到7月24日啊，105天啊的赛佛、浴佛啊、浴祖灵。和玉这个三界万灵愿亲在主啊，清净心、清净身，随佛往生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就会稳下来了
啊，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再接再厉啊，不分你我啊，生命共同体啊，所以今天呢第七谈我有感而发，向各位说明，那么是由主是由地主他的因缘啊，就是当下性啊，由维新圣教泸州道场圆通法师啊，一个因缘来护着，将中华文化道统啊，出游地主文化啊，来把它汇整成书，公书给世人啊。这样的话，我相信未来的世界会更和谐，未来的世仙又多了一尊大神给我们礼敬祭拜啊，这是一个天机密啊。今天我们要准备开始在浴佛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我们恳请维新圣教同修代表恭向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共赴堂上祖先诸祖灵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好，我们走过来，恭向王城老祖、大天尊、胡杨妙道天尊、玄风永正天尊、观世音菩萨、诸佛菩萨、圣神众等，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阿弥陀佛，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代表，阿及十方善知识、诸天圣神、活菩萨，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啊。列祖列宗诸祖灵，阿弥陀佛。啊，今天啊已是辛丑年4月15日，也是我们赛佛浴佛啊第八坛。啊，八天来啊，我们都依照法仪在进行，代表三族儿女啊，恭向啊，我们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全心恭念赛佛祭文和供养。啊，最近以来，台湾确情一直一直在发生，人心惶惶。啊，唯一的我们所能祈求的，就是要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保佑我们三族儿女代表在台湾的平安啊。我们也奉请了天地战神蚩尤地主啊，来为我们台湾啊解除这个瘟神
而瘟神与战神的历史记载，在5000年前，蚩尤地主在涿鹿，战神农，炎帝的七夕君，写成七夕君是瘟神，神农的瘟神，世上不合理。瘟神是有种天地之间，人间来往的瘟神，而不是神农炎帝的兵将为瘟神。所以历史就有记载了，九黎蚩尤地主大天尊呢战瘟神，最后还是天地战神蚩尤地主的兵将护法战胜了瘟神。那么当下呢，事过5000年后，地球这么多的瘟神伤害影响到人类的生命安危，所以我们鼓励各位同修我们本着为国修道、为民族、为人类祈福的本愿呢，我们呢要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来供养回向给神农，给这个天地战神蚩尤地主作为降服瘟神的法益法宝。那我希望我们维新弟子，现在疫情不能出去了，在家里也无聊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恭诵经宝天天德经来回向，来祈祷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啊。所以宗教的修行力量看也看不到，事实上这个有悟道的人你就会体会了解宗教的真实意。所以宗教它的力量是无形无相，但是也是有形有相的。有形有相就是我们生活意供养，有形有相，无形无相呢就是这个能量和宇宙虚空满山河大地，大地都是能量所以能量一切光强的时候那瘟神冤亲债主就会解冤释结这是不变的真理我们唯愿呢我们的赛佛浴佛能够发挥到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各位维新圣教的贤士同修你们的辛苦我们都是很明白、都很清楚的一人修道九族升天那我们今天是一个人都在修道一代表一切在修道我们的九族九贤七族都能够仰仗活力，仰仗天威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我们希望维新圣教各位住持法师
和各位贤士带领大家，带领十方众啊，大家开始积极来诵经。我相信这个会很快的就会圆满了，否则的话一直蔓延下去是很麻烦的。当然有违法就是打针，打疫苗针来防范这是有违法也是需要的，但是无违法就是以宗教的修行力量来转施来消灾化解这是更加高一层次在过去我们维新圣教这么多年来38年来王禅老祖的天威，每当天下有灾难，世间有灾难的时候，都鼓励我们修一切法来消灾化解，结果都是圆满的这样我们今天面临的全人类的危机那我们就以王禅老祖老早就给我们的修行的方向，修行的力量呢，来消灾化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有这个正知正见。总而言之，修行是最上乘的功德本，消灾化解也是我们的天命解冤释结也是我们的天命我们唯愿呢，我们列祖列宗们能够明心见性与佛同在我们忆佛赛佛忆佛忆圣忆祖灵，能够身心清净那今天我们第八坛已经开始我们请各位就继续来赛佛的话语，祝福各位。